Hello，我是小伟，我现在在老挝的首都万象。今天我还在医院这里陪塞苏达，塞苏达今天病得严重一点了，他就是一吃东西就会吐，吃进去不到几分钟就马上吐出来，特别难受的那种。以前我有一次就是从广州回老家，结果晕车，结果一回到家里也是喝一点水都吐出来。也有这种体会啊，非常难受。塞苏达已经是第三天了，感觉情况还变严重了一点点。希望他快点好起来吧。现在已经睡着了，一直躺着也没怎么睡好。我昨天晚上1点钟睡觉，结果定闹钟定到4点钟，看他那个瓶子有没有打完。然后5点钟。他又病严重了，不舒服，喊医生过来，所以昨天晚上也没怎么睡好。早晨9点多钟吃了一点饭，然后又继续睡觉。刚才起床洗了个澡啊，洗了个澡，头发还是湿的，而且刚才舅舅也过来了，现在中午12点多钟，舅舅在外面吃饭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舅舅提了一些水果过来看塞苏达。喝水，哪个水？这个。喝这个水。切换镜头给大家看一下，舅舅提了些水果过来。舅舅提的这些水果，然后他们老挝这边一般会自己带点饭菜过来吃。现在他们在外面吃饭，我也过去吃一点吧，相当于和舅舅坐在一起吃一下。现在我们开始在这里吃饭了，只是简单的陪舅舅在这里吃一下。就弟弟过来，弟弟过来，对，妈妈弟弟 handsome，舅舅是一个知识分子，他在附近上班，就在这里附近上班。现在外公打电话过来了，看一下塞苏达。刚才我不知道，就是塞苏达这种情况过来，亲戚朋友在这里吃饭。我不知道喝不喝酒，不知道喝酒好不好啊，所以也没提这个事。刚才丈母娘说让我去买点酒和那个舅舅喝酒，现在我就准备去买点酒了。他们这边也不太在意这个吧。现在我已经来到1楼的超市这里了。买几瓶啤酒，啤酒都在这里了。现在啤酒已经买好了，准备上去。当兵啊，啊？安娜，好，当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那完，那包，那包就是舅舅，舅舅名字叫那完，name your name 那完。Hello，塞斯达，teach me。
嗯，对对对。下雪。又来了一个亲戚，这个亲戚昨天也过来过，丈母娘的表弟吧。刚才舅舅在这里喝了一瓶啤酒啊，然后他要继续去工作了，我和他一起下去吧，因为等下还有亲戚过来，我下去还买几瓶啤酒。来，今天中国的这个小姨夫过来了，在这里，对，咱们一起喝点酒吧。阿凯啊，阿凯，这是他的老婆，肚子大了，怀孕了，过几个月就要生了。在这里，咱们一起喝一点。正在喝酒的时候，姐姐打电话来了，看一下，给姐姐认识一下外婆。外婆在这里，姐姐。外婆你好，外婆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白玉。外婆正在吃玉米。蔡苏达现在正在打电话，蔡苏达他的朋友还是同学正在打电话给他。现在我们喝酒喝完了，丈母娘刚才喊我下去，应该是去买药吧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二楼了，二楼是买药的地方。现在已经把药买回来了，到达九楼。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了，丈母娘已经回去了，亲戚朋友也都回去了。丈母娘回去自己快餐店看一看吧，晚上再过来。塞斯达刚才吃了一点点米饭，加上这个肉松。之前有一个大哥一直推荐我去买肉松。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买，他们知道买，老挝这边也有啊。然后这个碗里面的米饭一点点，刚才塞斯达已经吃完了，我把碗洗掉了。然后塞斯达现在可以开始吃苹果了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啊，能吃说明身体已经康复了很多。今天早晨的时候他都还是吃一点点或者喝一点点水都能吐出来啊，看着特别难受，现在看见他能吃这个水果了，特别开心。这个皮给我吃。外婆在阳台这里织毛衣啊，是这个碗吧，不是毛衣啊，陪着塞苏达。看吧，可以，好吃，苹果有营养。好几个月没吃苹果了，忘记了。对，他是这样吃的。我来剥给他吃吧，我来给你弄啊，我来给你吃。刚才我喂塞苏达吃了一点苹果，他说又要吐了，就不喂给他吃了。这要去洗手啊。塞苏达现在病情好很多了，找东西吃了，他正在吃玉米。塞苏达现在想吃饭了，想吃东西，我帮你剥。
掉啊。现在可以吃饭了。